各位好，咱今天要上课啊，吼，大家请就坐吼。啊、各位好，咱今麦开始上课哈，大家请坐。啊好，各位同心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啊，这个时间哈，免拍波啊啦，咱家己人免拍波啊。咱这个时间哈，啊，由我和大家来分享一寡咱台湾未来的想法。咱无偌久，明年台湾绝对会一个彻底的改变。对咱台湾人来讲，咱盼望足久啊！台湾人一直予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这阵中国人来遮啊，取得因无应当的利益。咱甲看即马新闻一件一件一直爆出来，是啊，咱台湾人哈戆。予人钱安尼开唔惊，啊，做一寡对台湾有危害的代志，譬如讲，我最近看到啊，伫因要阁做一条铁路，乌龟啊，迄、那个翡翠水库，啊，我对这代志感觉非常的烦恼。咱也无较紧啊，甲政权甲改变，台湾会予伊物价密密麻麻。你甲看，伊即马开始一直咧建设啥换钱呐？起一寡钱来甲即个啊，起一寡厝来甲一寡资金吸收去啊，伊政府即流氓政府内底。哦，对，你内行诶，伊拢是 A class 诶，吼，拢真高 A。英文敢读到第一年，过来拢无读，敢读到 A。啊，所以咱今仔日台湾伫。这流氓政权的统治之下，已经啊差不多规个样要崩崩去啊！啊，未来咱摕到政权了后，咱今日来受训，有一个足大的目的，就是未来台湾的政权伫伫咱的手头的时阵，咱想要贡献咱家己的力量，咱家己的理想，来甲台湾为这个样要崩去的情形，全部甲改变过来。这是一个机会，咱若透过选举，咱大家拢知影选举爱安怎选，四年要选一届，三年要选一届，啊，选到的时阵，就要赶紧创啥，为着后一届选举来铺路。安尼做，你有法度改变台湾无？用选举要来取得政权，你会做足侪妥协，你会足侪代志，因为选举爱钱，你必须要甲募款。必须接受一个财团，甲你啊，政治现金。啊，你到尾摕到政权了后，你摕到你的职务，你是不是爱行？啊，你爱行，你讲不爱，不爱，后摆你卖算啊。所以透过选举，台湾要有改变，无可能。包括教育，包括经济，包括所有的建设，咱若要透过选举，讲慢慢啊来改，台湾只有愈来愈歹。伊台湾选举的这款的啊形式，甲选举的这个态度，啊人民对选举的认知，台湾啊继续选落，一定会无无害。啊好佳哉，咱今仔日台湾民政府带着台湾要行的路，照法律来行，好哩佳哉，有这个出口，咱人民透过选举，咱有这个机会，会用彻底来改变台湾。因为咱无选举，咱无欠这些选民的债务，咱会用透过咱集体的理想，想讲台湾要安来改变，假使后摆咱子子孙孙有法度住伫遮，有法度永远住伫一个咱所理想的国家。啊，所以今仔日啊，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台湾服务到这个程度了后，咱未来接到政权要安来做改变。咱希望的国家是甚么款的国家？
咱当然毋是摕到政权就是满足。我听人讲菲律宾一个例，菲律宾当初独立建国了后，伊家己成立一个国家，是菲律宾人家己管菲律宾，伊并无一个外来政权甲剥削，所以打开始的时候，菲律宾伊经济真好，经济真好，赚足侪钱，迄阵啊比台湾经济搁较好。但是即马咧，咱大家看到即马足侪菲律宾的大学生，伊必须要去外国做劳工，啊，那会变甲足凄惨，是有一个外来政权甲剥削，互因经济变歹。主管甲提起乌白白乌白吞，敢有安尼？无呢？菲律宾今仔日的命运是菲律宾人家己做得来的，菲律宾人家己贪污腐败，啊，家己国家腐腐害，啊，即马经过一段做腐败的治疗，即马开始觉醒，菲律宾渐渐阁起来。所以今仔日咱台湾民政府，咱取得政权了后，咱毋是敢摕到政权就开始欢喜讲好啊！即马换林北做主，换我话头，换我进前互你开，即换我开。咱绝对毋是即款精神，即款精神，即款想法无法度，咱嘛无欢迎伊来台湾民政府。今仔日来台湾民政府，就是因为咱对台湾未来有一个愿望，咱希望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一切照规矩来。啊、所以咱未来毋是为着摕到政权，家己要享受迄个权利来遮努力，咱是因为为着要改变台湾，为着即个理想，所以来遮大家做伙拍拼。咱未来台湾想要变作安怎？咱台湾敢想要含即款共款吗？咱敢要安尼就满足吗？其实我认为，咱大概爱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放伫倒，就是世界一流的国家。咱未来台湾想要伫国际甲人徛起，咱台湾毋是无够人呢。咱台湾有够人，啊，是啊，今仔日啊，而且台湾阁足好个，是啊，今仔日台湾人过的生活是即款的生活。我有一年去荷兰去参加会议，啊，去住伫一个荷兰人的民宿，因为囡仔拢大汉啊，拢离开厝诶，家己独立，啊，所以房间足济，伊就开放来做民宿，互人大家佚佗诶人住。啊，去住迄个民宿有蒸埕，啊有后院，后院阁一个鱼池啊，阁有喷水池。啊，虽然讲无偌大，但是嘛有一个小小诶花园。啊，三层楼诶厝，内底房间足大间，啊，伊迄餐厅足大诶。迄、那个餐厅只要用坐12个人的餐厅，啊，这款的所在，我专含一个中山大学的教授去住伫遐。我两问讲，这厝主讲，啊，你这间厝价值偌济钱？哎，偌济钱才买着？啊，用荷兰币，荷兰的币值啊，甲阮讲，阮算算的，合台币到偌济？你知不知？无到400万。啊，含我去迄个中山大学教授真心话，因为伊甲开车要1000万。伫高雄喇叭底去买一间大楼的单位，伊讲讲迄停车位就价值200万，啊，何况内底装潢啊，佮买栋厝开要到1000万，啊，伊所住的是迄款品质。虽然大楼看起来足舒适，但是行出外口，哦，高雄市大家啊，高雄来就知影高雄市伫喇叭底遐即马足闹热，闹热代表啥物意思？生活足挤，塞车。空气歹，啊，出去外口垃圾混乱，爱开1000万的钱，结果人荷兰开300万的钱，住迄款透天的别庄独栋的哦，无含小隔壁，300-400万都买得着。啊，咱台湾人好好趁钱，咱台湾人遮侪优秀的人，是安那？咱台湾人过的日子，其实你也用。动物的世界来看，其实咱含猪无啥物差别。咱过生活足乱的，足垃圾的。好，恁家用到1000万的装潢，但是出去咧，你要食物件，要去倒位佚佗，这款生活的品质，实在含世界一流国家差太远的。咱用足侪钱，结果咱过这款生活，咱大家敢有感官？
咱绝对唔甘愿。今仔日咱遐侪钱过这款生活是谁造成的？是这個政府，是这无资格的统治台湾这個流氓政府，因为伊无把台湾当作伊的国家来处理。啊，所以咱未来目标是啥？目标咱用同来看到参世界一流国家爱相比拼，荷兰人有法度过一款日子，毋是荷兰人比咱较巧呢？咱有一个好的制度，有一个好的国家来统治，啊，因为国民因的人民都有法度过好的生活。所以咱未来大家拢有可能去负责某一部分的行政的工作。咱的目标是倒世界一流的国家。啊，要变作世界一流的国家，咱哪知影世界一流的国家？咱要哪变作世界一流的国家？这个路途要行偌远？所以咱即马来看，咱距离世界一流国家偌远？距离世界一流国家偌远？啊，既然这距离知影，咱就知影努力的方向。啊，咱开偌久的时间？咱要哪行到这个阶段？啊，今仔日我用四个啊四点来和大家讨论，咱要哪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咱和世界一流国家这四点内底有差偌远？第一，咱来看经济；第二，来看文化；第三，看国民的能力；第四，来看人的素质。经济是个足客观的数字，就是你赚偌济钱。咱来看2012年啊，全世界 GDP 的排名啊、台湾哦排世界37。全世界有182个国家，里面来得排，咱排37算未歹啦。但是37内底，咱距离哦，第一，咱含澳洲来比，是啊，爱含澳洲来比。因澳洲伊嘛2000几万人，咱台湾嘛2000几万人，平平哈济人，是啊，那因赚的钱是咱的3倍外。因是啊，那赚的，咱平平哈济人。哦，每一个人的努力是让咱差因差哈济。咱来看美国，美国伊48000几块美金，虽然含澳洲来比，哦，伊做成较少，但是咱来知影，美国人较济，美国伊赚的钱必须要照顾足济人。啊，所以咱含澳洲同款平平2000几万，咱是真好会用比较的两个国家。人是安怎一个人？赚咱的3倍钱，因哪哪赚的？啊，所以伫经济上，咱来比较者，咱都有一个啊，会用思考的方向。咱免啊，平平2000几万人，咱有法度达成含澳洲同款的。啊，免哪做？一个国家经济力的强甲弱，会用分这几点来看。第一是科技，哦，第一科技，因为科技代表啥？代表钱。咱今仔日啊，伫台湾哦，咱个晶圆个制造业啊，郭台铭来讲啦吼，郭台铭听讲真好个，生意做真大啊，订单哦，拢安尼哦，真济啊，伊赚美国嘛，赚足济钱。美国个苹果电脑，甲买足济啊，即个零组件啊，去遐装苹果电脑。啊，咱郭台铭爱卖偌济物件，甲下方。予咱去甲美国买一只无人机，咱最近甲美国买啊战斗机 P3C 啊，迄、那个反潜的无人机6台，拢总爱要甲600亿啊。啊，阿帕奇直升机12台，哦，要甲700亿。啊，人个一台是要几百亿，啊，卖偌济只电视的产品，够好多去甲美国买一台无人机。这就是科技，这个科技的强甲弱，代表你的国家的经济好坏是足明显的。用科技来赚钱，比你用你的官老官出气来赚钱，赚更加侪钱。啊，咱有法度赚科技的钱无？咱台湾啊，足侪，即马已经含英俊较无同款，但是差不多10年前，咱足侪啊，台湾优秀的学生。拢出国留学，拢受到西方这个啊一流的教育训练，等下台湾创业来遮吃头路。所以咱台湾要做科技的发展，其实无困难。啊，只是啥？只是咱爱找到咱科技
发展的方向。科技虽然咱知影讲哦，你若去发明这烧电的发电机、战斗机，还是讲直升机，你拢袂足侪钱，但是咱和美国比，你永远叫袂着伊。所以科技，咱来找出咱台湾咱的优势，咱会用做啥？有啥物款的科技的技术，伊伫这时间点有法度和外国的起跑点是同款的。简单讲，你也要讲即个啊先进的武器，咱伫美国太远，包括中国，伊做遐侪啊武器的发明，基本上即个武器拢抄美国的。啊，抄来用一个山寨版，安尼利用。阮最近中国把迄Z-20直升机第二十型，哦，已经做出来用飞啊，阮足欢喜。伊感觉讲，因直升机即个战斗的力量已经无输美国。啊，但是我一直感觉讲，无你爱拍看卖嘛。你的Z-20含你学迄美国迄黑鹰，能去战看卖嘛？大家最近也有看到阿帕奇直升机，咱买来。啊，买来了就高雄入港了哦，飞去桂林的基地，啊，佫怪咧，马英九去坐落了，过顿讲美国讲，袂使飞哦，是安那螺丝零去，内底螺丝零去哦，袂使飞，啊，是安那袂使飞，大家有兴趣啊吼，登去啊上网了后，你甲写阿帕奇直升机啊，抗一个，甲写交战，用这两个名字交战就。教导如何作战啊，交战用这个关键字来查询，你就看到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报有这款的新闻，那个去美国受训这些军官要飞阿帕奇直升机，这些军官在抱怨说他在美国受训的时候上课要怎么开这些直升机去战斗，那战术要运用的时候说来台湾来站起来先出来，这些你不可以学，就是讲美国要甲因教，你刚刚甲伊教讲会用飞起来，啊飞起来阁飞落。如果你也会用飞安尼尔，你敢用甲直升机当作飞机来用？你用载物件啊飞来飞去，啊用载人，要修正还早啦。因为修正唔是讲讲你会用飞尔，修正即台直升机的性能，你会用做啥物动作？啊做啥物动作对你较有利？你优势是啥？这无人甲伊教，你家己袂晓的啦。中国。伊个Z-20飞起来，你也无实战的经验，你嘛是同款是飞机尔，无来拍看卖个，无来和美国人迄已经有足侪实战经验的黑鹰来拍看卖，你无十只拍到十一只，较奇怪。所以今仔日科技，咱也要用武器来和美国讲，哦，我嘛来设计讲上界先进的武器来卖，哦，迄真好赚，一只无人机会用卖100亿。咱够有可能的呀？无可能。咱来去观察讲，科技伫咱这个时代，啥物款的科技是新发展出来？就是讲，咱含外国你发展起跑点卖离上远，咱够有可能会有竞争的啊机会。一寡较精密传统的，咱已经无可能去改变。所以，这就是一个方向。非常重要，但发现科技，咱就要用足少的物件赚足侪钱。第二就是产业的规模。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迄个街头巷尾定定有迄干妈店。啊，干妈店就是啥？干妈店就家己做头家，啊，卖所有你可能买得到的物件，糖、盐、米啊，啥物杂货啊，拢有你卖。但是即马只干妈店呢，大概是买十几年前，干妈店拢无去啊，拢甲变啥 ？Seven、莱尔富、全家啊 ，OK 嘛 ，K 无啥会起来啦吼，你 OK 足少的，这三间差不多甲所有的干妈店盈利啊吼，全部拢统一起来。以前啊，干妈店是啊无遐多竞争，产业的规模。你生意有一个规模的时候，别人就无法度。在美国，迄沃尔玛、沃尔玛这款啊百货公司，都是用产业的规模，甲其他的百货业全部拍拍掉。所以，即马啊，最近你也看新闻，有一寡讨论咱的经济，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即个规划经济的人一直感觉讲，
咱的产业链啊，横向的连接不够，产业的规模不够啊，所以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咱未来发展产业，不是讲哦，大家拢要做头家，啊，大家开一间公司，后摆迄款无竞争力啊。第三，对产业的特色，产业特色，咱来看，澳洲和其他的国家。澳洲伊今仔日赚的钱是咱的三倍，伊个比美国、日本赚较侪钱，伊钱安怎赚来？啊，有人去分析澳洲因的经济的迄个形式，伊70%收入的来源 GDP 的来源是叫做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上面叫做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就是服务业啊。但是伊个服务业嘛，吼，诶，产值真高。譬如讲啥？全世界珊瑚礁上水的所在，上界多元化的所在，就是讲，你伫迄个珊瑚礁，你用看形形色色，全世界珊瑚礁爱有诶，迄个生态还是可以生物有诶，伊拢有，甲大堡礁，啊，佮另外一个所在，对台湾，全世界甲这两个所在诶珊瑚礁，内底珊瑚的种类有超过100种，其他你讲夏威夷嘛有珊瑚啊。但是就只能一种两种，关岛嘛有啊，东南亚一挂啊，那帛琉度假胜地啊，嘛有珊瑚礁啊，但伊珊瑚的种类就是足少。全世界间两个所在有超过几百种，咱台湾叫300几种，大堡礁嘛叫300几种。啊，伊大堡礁维护了真好，啊，全世界大家感觉讲哦，一世人你绝对要去畅水，啊去看迄只大只石斑，比人较大只石斑。下面翕一张相，哦，安尼真有价值。啊，你若要去含迄只石斑翕一张相，你安那？你要坐无人机去澳洲，坐无人机去澳洲了后呢？你讲哇，我为着爱国，你坐恁国家的航空公司的无人机，但是无人机一到澳洲的机场，都必须要开钱。无人机公司都爱开啊租金和这个啊机场，啊，你开始落来吃住。底下交通，你用爱开钱。啊，你讲要去大堡礁佚佗，你敢讲哦？行哦，我都爱徛咧，从台湾安尼就去恒春海边游泳口，穿个就咚跳落吗？无法度。大堡礁离迄个澳洲的本土啊，吼，还佫坐船，所以你去你要去澳大堡礁佚佗，你必须要去租船。啊，你无可能讲去咚跳落，你就知影迄只大礁石斑伫倒，石斑伫倒。教人知影，一挂导游知影，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请一个导游，啊，含你去，啊，畅水你不可能游泳裤穿了冻就跳落，因为你含只石斑欣赏，你绝对要底下冻一阵仔时间嘛，啊，所以你啊爱做装备，畅水的装备，你靠靠走走一撮路安尼来，你开真侪钱，但是感觉安尼有价值，啊，有价值，大家就感觉你的钱，咱开钱拢有优先顺序。讲啊，我甘愿天天天天来澳洲算一届，因为迄、那个你要算的迄、那个啊卖点，感觉好算的所在，甲澳洲有法度提供啊，足侪人会用伊。拢无电啊？哎，搁有啊？这可能爱换啊，要无电啊？啊啊，所以这是啊。这产业的特色啊，哈，就是伊的产业有人有兴趣。台湾有无？台湾有这个机会来发展这款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无？其实有呢。肯定啊，诶，我永存啊，哈，因为我做的研究啊，常常爱去肯定遐畅水啊。我是做珊瑚的研究，我也实在一个朋友，迄、那个足有名的。迄报纸定定啊，珊瑚产卵的时候，记者拢去访问讲啊，教练啊，当时啊，即马产卵的经验是啊，迄叫蔡永春。我伫20年前还没熟识的时候，伊一个月收入就超过10万块啊。哦，你讲啊，伊10万块，啊，伊做啥？伊都逐工带人去畅水啦，啊，无畅水时就去佚佗啦。哦，你看这款行业无好无？都逐工佚佗，畅水嘛咧佚佗啊，带人去畅水嘛去佚佗。阿弟无代志去拍球嘛，你佚佗，安尼佚佗，逐个月赚超过10万块，安尼是毋是真好？
这就是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啊，但是迄阵啊，伫乡村的人，大家搁兴拍鱼啊。伊是第一代开始感觉讲，咱唱水咱应该是先收起来，换啥？摄像机、录影机，落去把遐水的物件，甲翕起来，放看，遐物件搁留伫遐。你今仔去澳洲，去看迄只大石斑、大石斑，翕时阵上了，回来哦，你真欢喜。咱只石斑嘞，嘛是搁伫遐，继续含第二个人翕相。那台湾对石斑的做法都是，看要安怎煮较好食啊。所以台湾的石斑拢是啥，拢是桌顶。啊，你食一只就减一只。所以本来恒春啊，恒春啊，垦丁遐含澳洲的大堡礁，赶快有足大石斑，但是这石斑拢已经呐食了了。所以有一届。有一次在那裡發現大隻的石斑，大家說哦，這個生態恢復起來，但是不是，那是怎樣，那就是巴巴水災，整個流出去，那石斑，我們現在養殖的那個石斑走去那裡，當然沒多久也沒去，因為什麼，又起來面頂，你要看大隻石斑是在海山點，所以這是我們台灣，你要来安那吃，你就是愈吃愈少。所以伫去垦丁遐开始有一群教练，唱作教练开始改变因的想法，因为这是因啊本碗重要的本碗。你若伫遐遐生态叫破坏去，后摆因就无法度过这款生活。无你拍鱼啊拍鱼，你养袂偌济嘛？拍了食了鱼啊就无啊嘛。所以伫咱台湾有无有，但是。咱这款产业还未发展起来。另外一种，大家可能较无啊听到，就是赏鸟、看鸟啊。英国有对看鸟有兴趣的人，足大的一个俱乐部。按会招进人来台湾看啥？甲台湾有诶一种叫蓝腹鹇，一种台湾特有诶鸟啊。因一个人爱开十万块。专工来台湾，请导游带去山顶，因为迄导游知影要去大家有看到蓝腹鹇，爱来创啥？我甲即个叫献等于去因的俱乐部，甲人电工哦，我有亲目睭看过即种鸟啊。安尼对因来讲，开十万块，伊愿意。所以台湾有无？台湾有，台湾有即个本钱来发展即款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这是台湾服务业拢做啥？拢做俗的，结果大家拢拼计小，这款拼计小的结果，只是在这服务业愈做愈无价值。所以台湾未来爱慢慢啊改变，慢慢啊改变。第二，产业的特色就是讲，你这的气候家里有，别个所在无。台湾和澳洲。其实有足大的同款的所在，澳洲伊是面积真宽，所以伊的土地为热带、甲寒带，伊是南半球，所以伊面积真宽。伫澳洲遐，你用看到寒带景色，用看热带景色，用看温带景色。台湾有无？台湾虽然土地真小，但台湾广。所以台湾倒位落雪，山顶落雪啊，寒带伫山顶就看有啊。你看热带嘞，恒春啊。所以台湾是一个宝岛，一般的岛，一般咱所看到啊，热带小岛，也是讲咱全世界只岛，真少伫一个岛面顶有甲三千几公尺的高山啦。所以咱台湾是伫亚热带甲热带的这个交界的地方，但是。在我们的地形来讲，我们分布有跟寒带的气候，而且因为台湾没多大，所以你来台湾，你有很多在短短的时间，全世界所有的气候的环境，你都有很多参观过。我们台湾四边都是海，海有足多种海花，在台湾差不多世界所有的海花，你台湾设计人，你都看得到。
你若讲哦，要看大洋的生态，你要看赏金伫苏俄花莲，准坐出去无外远，你都能看到。我一届伫波士顿，讲要去赏金，坐船，吼，晕晕晕，晕到吐到已经用要头压袂起，才看到金。哎，煞看到已经无力了，吼，想要休困啊。啊，但是伫美国，你看啊，坐遐久的船，伫咱台湾看过方便。台湾有这个本钱，有这个条件来发展这款特色的产业。咱来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给吹出来。在三年前，国科会在来讨论说，咱台湾要发展重点的科学的研究。大家，这些科学家来生物方面，大家感觉有多两个重点。咱含世界有法度比拼的，咱要用专利来研究这两个部分。啊，煞讲出两个，第一当然是珊瑚礁，因为珊瑚礁是全世界咱含澳洲有法度比拼的，其他的所在无法度。所以人要做珊瑚的研究，一定爱走来台湾，啊，无就走去澳洲。第二个，台湾特殊的气候产生一个叫做云雾气候带。就像咱山顶，咱台湾的山，比如讲阿里山呐、啊，咱无种足侪地，地下呐爱有云雾，这云雾的气候带对台湾来讲，就是足特殊的气候的特色。啊，所以迄阵啊，国科会大家讨论个，大家投票哦，所有各大学的啊，即来做研究、生物科学研究的人来投票，结果选出这两个，咱台湾有特色的气候，所以产生的这些科学研究，这科学研究其实用一个另外一个形式，伊都好变成咱特殊的产业。所以台湾做地做有名，全世界有名，啊是安那，因为咱气候的关系。所以咱未来经济要来发展，啊有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讲咱这经济必须要永续的发展，那不是。即溪科了无鱼，换科别溪。咱爱即个像澳洲安尼，迄个石斑会用一直吸、一直吸，迄个只石斑流翘去。啊，毋是像咱台湾即马所做诶足侪，拢是看有法度即马资源摕来用，用了，简单讲像石油，就是即款诶资源，用一粒你就减一粒。啊，所以咱咧发展即个资源有法度用了。继续，后一代人阁继续用。这永续经营的概念，其实是未来咱产业要发展是一个足重要的。啊，无台湾啊，资源用了时，咱只有哪，咱台湾人要去搬一代，咱无路通去呢。啊，所以未来台湾如果这些产业啊，对咱台湾啊产生负面的，譬如讲高污染的产业。但其实是无需要依赖伫台湾发展。最近大家看到日月光，哦，日月光的代志，其实日月光的代志，今仔日的爆发，唔是今仔日个发生，已经足侪年拢是安尼啊。好进去，不管是咧排废水，啊，奇怪，这款的日月光是全世界，而且占两成的市占率，啊，这好的事业，美国人哪无爱提做？日本人哪无爱提做？哪来台湾做？你叫台湾人本来就会晓做封装吗？这企业的形成啊，绝对是美国给你支持的啊！啊，是啊，美国给你不爱做，因为高污染嘛。做遐个工课，第一爱用足侪水，第二用尿水这废水有毒。啊，做这产业虽然哦，赚足侪钱，用啥赚呢？当当主长，因遐人赚了，即当主长我看了上倒个段就讲，伊是只钱赚，才走去做新加坡人，因新加坡较清气。安尼即款人实在讲起来有较过分。咱台湾未来发展的产业，敢要发展即款呢？做做的，伊今仔日也要照起工来做环保的工程，伊的成本就会愈来愈悬，成本悬，伊的竞争力就爱降低。啊，所以咱敢要用咱的环境来换这经济发展，这是咱未来台湾爱相当思考一个代志。如果咱若要予咱未来子孙活伫公园内底，咱就爱放弃一挂高污染的产业，
啊，你也讲不要紧，我伫钱赚较重要。后摆大家子孙拢住伫工业区，迄款环境，安尼你就用这个思考来赚钱。啊，所以这咱有两个选择：是后摆要住伫工业区迄款环境，还是要住伫公园迄款环境？澳洲人赚那只钱，人靠甲因的环境不甲大家鼻腔乌乌。你讲无啊？拢无感觉。家人迄只黄色小鸭就甲你讲，空气有偌垃圾。家人人本来拢无感觉，结果哇，迄只黄色小鸭无几工变作，有没变作姜母鸭？好、哦，乌面翻啊，迄只乌蛇蛇。啊是安尼，空气真正足垃圾，唔是干啦，港区遐垃圾，其实规个家人因为后壁靠山，伊个空气都无法度散出去。拢沉伫家人，所以咱的产业啊，安尼先，其实咱人住伫迄环境，你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你就慢慢吸一寡足垃圾的物件。迄就是未来，如果你也想讲啊，无要紧，趁钱就好，活伫工业区迄款环境嘛，无要紧。你看迄只黄色小鸭，伊就已经甲你讲，你未来台湾人免经过演变，免经过进化，你就变作乌人。啊，所以这是经济的部分，吼、哦，咱爱开始思考经济后摆咱要安怎发展。啊，第二就是文化，台湾真可怜。台湾本来拢平埔族高山一只大，啊，遮有一挂足优秀啊，高明的文化传落来，但是结果即马拢无。伫包括原住民高山族，伊遮的文化留落来。拢愈来愈少，咱完全唔知影永存住伫即个土地的人发生什么代志。咱所知是啥？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包括伫咱生活中的宗教的信仰，包括一个生活习惯，拢受到中国文化足大的影响。啊，所以你实在有当时也袂使怪，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迄阵台湾的日本人。中国人来讲啊，你讲好啊，回归祖国怀抱的时阵，因遐人第一个时间是欢喜的，是安那？因为伫台湾这人虽然伊血统面顶是平埔族的，是原住民，但是去中华民国中国的文化洗脑，洗到尾后感觉伊是汉民族的人，啊，所以打中国来要跟统治的时阵，大家搁去个迎接欢喜，回归祖国，啊，所以。这款的问题是安来产生，因为台湾本土的文化无生根，因为外来文化、强势文化和本土的文化去互换掉。中华民国来先，即中国啊，伊阁甲台湾的文化，即台湾本来平埔族的即习惯、言语，伊甲伊讲即无水准，伊透过一挂制度，甲你啊改变。和大家感觉讲，讲国语可能较高尚，啊，讲台湾国语啊，真正是不入流。连讲台语，你就感觉更少。所以即马是台北一群人未晓讲台语，哎、啊，敢是中国人？唔是呢。我伫大学个时阵，一个台北个同学，伊台语伊拢未晓讲，有诶连听嘛未晓听，啊，是啊，造成安尼，因为你也伫台北。迄款中国人的中国城，你若讲台语，会用往迄款三七八甲你看。所以我迄阵伫家人读册时，我足不爱去台北，因为我去台北有一阵中国人迄款嚣摆的态度，看了足倒端。啊，所以文化是咱未来，咱台湾人爱有咱的主体性，爱有咱的 identity， 咱台湾人的主体性要怎建立？必须要有文化来给它吐掉的，无你较讲到尾，开始拢讲啊，咱永存皇帝时阵，咱永存皇帝就奇怪，皇帝和你有啥关系啊？永存啥物唐虞夏商周，唐虞夏商周和台湾有啥物关系啊？但是咱作者包括台语，即种台语分作两派，一个叫做台语文，一个叫做啊、北魏。啊！我伫教会的朋友知影讲，哦，什么叫做白话？就是用罗马拼音把咱所讲的给写落来。
三个台语文都是用汉语写落来。我有个人感觉讲，哦，台语文是咱传统，咱来叫条线啦，迄是咱祖先河洛传来，咱含河洛有啥物关系？台湾人无台湾人的主体性，一直要含中国文化牵做伙。所以未来，其实我较赞成的，就是根本就把汉语全部取消掉。咱爱用建立台湾的文化，第一爱学咱家己的文字。啊，文字你唔是想讲哦，爱存中国迄款字叫做汉文，叫做文字。你啊看越南、看韩国、看日本，到尾啊，伊拢把汉字愈来愈少，因家己发展因的文字出来。安尼讲，我彻底和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关系做一个切割。咱台湾有文化无？咱的文化从这四点来看，这个所在有文化，你就知道这个文化到底有生根还是无？第一，这个所在有文化，伊会演变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哦，你听着，古早古早安怎安怎？这个故事是和这个人生命结做伙。第二，就是爱有。发展出水的物件，有人画作水的图，和全世界讲哦，看到这幅图就知影这是多一国人画啊，世界有名的。第二就是讲音乐，作好听音乐，大家都听到音乐讲已经超越语言，超越文化，和大家感觉讲哦，这个音乐听嘞，不管你是啥物人种、啥物款的背景，感觉这拢好听。台湾有无？自然的景观。这个所在拢是沙漠，根本就无法度文化，连人要住都真困难。咱台湾有无？古迹，古迹是古早时代所有住伫遮一代一代累积落来的，好的物件才会留落来。啊，歹的物件大家看了啊，这不好看，就拆掉电器，拆掉电器，唔敢拆的，才是留落来好。大家一代一代认为好的物件，才会产生叫做古迹。但为古迹来看，这所在的文化关系，咱就用比拼出来。第四就是都市的景观看下，都市是安那啊的现状。咱第一来看，台湾有动人的故事无？我感觉台湾的故事足济拢是像这款的。你看到哦，恐怖，袂使做歹代志，做歹代志伊会来甲你掠。咱台湾的故事，听着毋是拿刀子吊刀自杀，无就是虎哥伯，甲你食镜头啊！咱台湾有动人的故事，会用流传世界，大家感觉哦，这个故事听起来感觉足感动的，有无？有哦，他听讲一个我听哦。其实和台湾有关系的故事，其实是原住民呐。原住民透过因即马的祭典，但伊古早祖先留落来即个风俗，透过祭典一直传落来。这是其实咱啊台湾要找动人的故事，只好为遮来找啦。足侪原住民的传说，含台湾虽然有当下感觉讲哦，迄是神话，但是即个故事累积起来，你会发现讲，住伫遮即阵人真正是可爱。英国有无？我先来讲英国，因为我伫遐读册读四年，对英国了解较深。这是啥？因卫兵交接，这是白金汉宫。英国因为伊有皇帝，伊有皇室，因为皇室所衍生出来足济的故事，公主和王子的故事，来遮伫遐，互人伫遐参观，伫遐想。哦，这个你看，这卫兵交接，足侪人为着看卫兵交接去英国旅游，去英国旅游，大家拢来伦敦的白金汉宫头前等卫兵交接。英国每一年拢在讨论讲要甲方式，这个制度甲废掉，但到尾拢未成，是安那？因为皇帝的存在，皇家的存在，替英国赚非常非常的钱。就像去年，这个伊丽莎白结婚60周年，伊家利用这个赚偌济钱，比办奥运赚较济钱。所以有这款动人的故事，有历史，你都有法度予人来参观。我伫英国打去迄年，啊，九月去，寒到要死，伫
纬度才五十几度的英国，九月底已经足寒。啊，就朋友相找去参加一个活动。迄每一个英国的城市拢有这款活动，暗时，伊叫做 Ghost Walk， 就是带你去看鬼。啊，伊看鬼，咱台湾看了鬼，哦，上届卖去看，鬼足恐怖的。但是英国去看鬼啊，是一个足热门的活动，因为英国鬼足多，但英国人对鬼的感觉感觉足趣味，所以讲就要看鬼，一群人拢来。啊，其实要去看鬼，迄是一个慈善的活动，伊是募款。到时看活动结束的时候，伊当下啊，钱当下提出来讲，即个啊，今仔日带大家来看鬼呢，是为着即个心脏病人要募款啊。所以英国做者 charity， 做者无同款的，有心脏病啊、囡仔啦、老人啦、啊各种的疾病啊，所以拢有团体来咧做即款的慈善的募款。啊，我第一届去参加迄、那个啊 Ghost Walk 中，我今仔唔在看到鬼无。啊！就开始带你去哦，遮永春做啥做啥做啥。我奇怪，这阵人讲要看鬼，都完全无迄种看鬼的气氛，大家那个嘉年华咧。啊，行到尾啊，啊去我读册迄个所在叫做 York。啊，带我去哪？带去市政厅。市政厅是永春的家格。我讲到遮永春家格啊，我心肠里头，啊，迄、那個、楼梯啊一站一站，啊导游就徛伫上头前，啊大家拢对楼梯啊徛一排。遐暗飕飕，甲导游迄个所在较光，啊，结果我导游开始讲故事的时阵，你可能讲，哎呦，哪有人客入来？你创啥？客入来，迄是已经准备伫遐好的啊，因的临时的啊演员，因穿啥？穿着你看到啊英国迄款恐怖故事内底，穿斗篷，拿一支镰刀，哦，迄就是魔鬼啦，哈，魔鬼使者。啊！伊就为后壁客入，啊！大家拢无咧注意看边啊！忽然间，哎呦，客家咧头前的时阵，大家忽然间发现，哇！边啊有鬼派来的人哈！啊，所以整个的活动为遐做一个结束，你会感觉讲鬼真正是足可爱哈！啊，所以伫遐伊伫即款的啊足有历史的所在，有足侪故事会用互你去遐看。去啊参观，啊，所以啊，咱来看台湾有无啊？当然啦，无咱慢慢爱甲遮个甲找出来吼。咱讲艺术，咱有水个图，咱看了这张图，就知影这项画。梵谷，梵谷倒一个作画家？哎呀，大家拢荷兰嘛吼。我去荷兰的时阵，专工去梵谷的博物馆，规间拢是伊个画。甲伊啊，一生伫台画啥物图，一挂啊记录，互你去遐啊，伫遐卖啥？哦，梵谷的画册，我去遐嘛对流行买两本画册回来。啊，这个图大家看到，哦，就感觉讲这是梵谷的作品，全世界有名。这个嘞，这个大家知，这什么坑伫啊？巴黎罗浮宫。达文西画《蒙娜丽莎》，看了这张图，大家就知影什么人画这张图，价值伫倒。你唔知，你会感觉足闹亏。较紧去找狠狠的讲，哦，我嘛知影《蒙娜丽莎》伊到底特色伫倒。台湾有无？台湾有什么款的图？对全世界看到人讲啊，这台湾某一个作家画，啊那无就是咱要努力的目标。啊，这张啊吼啊，因为软体放袂出来。这其实要给大家听的，因为今天时间不多，所以、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条歌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啊、蒙、啊、在奥运有一次去做奥运开幕主题曲，就我们原住民的八部合音。八部合音是我们台湾唯一艺术在国际场合，你想想奥运是全世界大家来参加的一个活动，啊！你要提出来，才让大家欣赏，绝对是这的人拢感觉讲，这个是真好的艺术的作品，起来才较袂闹开。啊，佫是迄个奥运提出来做主题曲，所以唯一有法度徛去国际舞台的是啥？那是关注民的音乐哦，而且这是代表台湾的哦。咱台湾啊。
自然的景观，这是咱台湾的本钱。咱台湾真水的山，这玉山，真水的海，山内底风景，哦，有尾有溪的有溪，有瀑布的有瀑布，有足济啊真水的风景，有真水的生物，有人专门来看这鸟啊，海底嘛真水。这是英国，英国这个所在叫做 Stonehenge。这是巨石文化留下来的东西，啊，足济去英国，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景点，就是讲去英国，大家来带你遮，是安那？这看起来足奇怪，啊，这足特殊，你看这枝偌长，这枝九条三四公尺呢，这枝差不多十栋呢。啊，想讲要把这枝枝来拆起来，其实是较简单啦，吼、哦，突突突突起来，但是这个环要跨去你面顶，啊，迄阵时啊，也无吊车。啊，拢用靠人的力，哎，怎嘛无滑轮，啥扛起哩？迄阵仔人哪有法度甲一支船来扛起哩？啊，天然的哦，啊你天然你即讲一句话叫做看到鬼，天然的，啊你规矩甲我讲这是上帝扛的，安尼较紧，你无到天然的啦，这是有规则的物件，天然拢无规则，天然出生发生的即个。啊，物件钉钉塔塔拢无规则，这是有规则的呢。这间距够固定的呢，所以怀疑讲啊，这迄阵啊，有一个讲话讲外星人，这外星人来扛的。啊，一只我甲大家介绍一本册啊，叫做《台湾的古文明》，是何显荣教授写的。我、哦、最近哦，家己册认真读，认真读。台湾其实嘛有这款物件，恁知无？台湾是巨石文化的发源地，咱台湾足侪即款呢大个石头拆起来，迄是迄时代代表啥？有因的作用，可能是祭祀，也是代表一个权力的象征。光我阿的做这個，含金字塔是同款的艺术。台湾其实冇金字塔，恁知无？台湾冇即款大了石头拆起来，恁知无？因为台湾一直干嘛讲啊？这种天然的飞来石。天顶飞来一粒石头，其实伫这个时代巨石文化的时代，足侪拢甲大粒石头来代表一种象征。台湾有呢，最近啊，今年无一个落大雨，落甲伫北林路，家人迄北林路一石头弄来甲一只车撞一个边边有无？人好加在无撞到，一只车去互迄粒落来石头撞一个海去，迄粒石头。是天然的吗？不是呢，那粒石头跟吐掉了下卡六支空呢，那是英尊咱台湾住在这些生民拆起的石头啦，拆起的石头那就是台湾巨石文化的代表啦。啊，还有很多，你要有兴趣去看何显荣那本台湾古文明那本书、哦、你就会看到哦，原来台湾其实这些东西都有啊！把这个源头吹吹吹，其实这个文明的发源地其实是台湾。啊！在那本书里面提出足济证据，让你有法度相信讲，台湾其实是全世界足济文明拢为台湾发展出来。在冰河时期，因为水去伫天顶落来拢变冰，冰拢留伫土地面顶，所以海水。去离了就无等个海底，所以海平面愈来愈低，愈来愈低。在冰河时期的末期的时阵，陆地即卖海平面超到啊，伫比英船低超120公尺。所以伫迄第四世纪啊，第四个冰河期的时阵，咱地球上足侪所在是陆地，所以台湾和琉球其实是有条路往行会到，免坐船。因为迄阵海平面只只120公尺以下，啊，所以靠这安团要全世界。啊，大家有兴趣，这本册啊，介绍大家会用买登来啊去参考。这本册真好看啊，真好看，内底足侪相片，讲出你所不了解台湾的代志。我迄个含何教授伫讲，就讲后摆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后，绝对要用国家的力量来甲这台湾的古文化爱传播甲吹出来，爱甲这证据吹出来，唔是靠这个啊人安尼用伊家己的钱哦，
何教授是开家己的钱，伊国家无甲支持，安慢慢用伊的钱来做这个研究，人做个真好个研究。啊，即个巨石文明，台湾是发源地，所以咱嘛是有这物件。你看，这是英国啊，伫郊区的诶这款风景。你讲啊，这可能是足特殊的啦。我甲你讲，我伫英国的感想中，你出去不管是拢有看到这個。啊，台湾有无？台湾的砖卡，敢是像安尼看起來，互你感觉足平和的，足想要伫遐住的。砖卡你第一想讲，哦，足无方便，佮垃圾。未来台湾，咱希望都有法度伫咱的砖卡就是像安尼。啊，古迹咧，古迹是古早人留落来好的物件，够留落来。古迹代表这个所在人对艺术、对水美的啊、感觉的一个啊、结论。这是咱台湾上界一个古迹，就是庙。啊，你看这庙，安尼看起来，你家己感想安那？你去你庙的时阵，会感觉讲哦，来这庙的真水啊，真看起来真光彩。还是看哦，咱大家香点个，所有神明拢变非洲来，拢是欧人啊。内底其实有足水的艺术作品，就是迄藻井，迄做个足复杂啊，足精致的藻井，结果都嘛乌飕飕。啊，台湾所留的古迹拢变安尼，你也看日本，日本所留落来即古早时代的建筑物，看起来大家拢像那艺术品的。水加做成坑里，人客下来底利用观赏的艺术品。啊，英国较特殊，英国历史足久的。这是什么所在？这是伫尼斯湖水怪，遐尼斯湖的边啊。啊，这张我翕的，因为我一概都要去佚佗。啊，这个尼斯湖的边啊，有一个废弃的古堡。其实你去英国旅游时，导游定定带你去看这款物件。这叫做 relic， 这个废墟啊，废墟有啥物好看的？人印度好多个废墟变作观光的景点，看啥？看历史。因透过气氛的营造，譬如讲，这是苏格兰啊，迄、尼斯湖伫苏格兰的高地。苏格兰分作两部分 ，Lowland 跟 Highland， 迄个高地是北边。哎，透过一个人伫遐分苏格兰地。啊，这个所在是古早一个城堡。啊，你遐看的人，你袂感觉这是一个废墟？你敢听到苏格兰地到周围迄款的环境，你发现你怎足成惊入去历史内底同款？你来遮参观的英国人，你这个生命虽含这个土地连结做伙，你感觉这是你的国家？你感觉遮哦发生代志，发生所有过去的这些代志，并无消失。伊一步一步透过内底一块的相片、一块影带、一块记录，虽然已经变作安尼，但是你家己的脑海内，你会把这些物件阁倒起来，恢复你大英帝国古早时代人大是大什么情形？所以人爱国唔是乌白爱，人爱国是透过文化和土地和人的生命结合。感觉这块土地是我的，我要为这个土地付出我的生命。这是我读册迄个所在，这叫 Cliff Tower。这是一个英准英国人罗马人来攻打的时阵啊，怕输弄走一家边。啊，所以这是足久以前的一个建筑物，怎样个留来？这下骹哦，这个所在真水。然后有这款的古迹，边边是古迹，含咱台湾的古迹。你看卖，含日本，咱的古迹所代表出来文化的水准伫倒位？咱来看啊，街路，这是伫英国伦敦，伦敦是因的首都啊，这是商业区，这唔是讲住宅区哦，这商业区你要看，敢有啥物看板啊？这间是咧卖啥？还啥物公司？你拢看无？这是因的闹区，这是跟教堂边啊的情形。伫伦敦，你看袂到什么摩天大楼。因的市区是安尼，咱来看这个，这是倒位？看到这个字，你就知这绝对不是中国，因为是写中文，佮写繁体字。这是台北。
台北也不是看过，还不让你很惊吓，你试了你看看，原来全世界扛棒都走来咱台湾，台湾人惊人，你不知道我直接开一间运动器材，所以扛棒拆出来，后面他说哇，哎呀，我让你杀到，我就拆欢喜吐出来，为着怕人不知道你一只。哎呀，你想说哇，奇怪，外国你做生意，敢无这个困扰？我一只在卖衫，人也不知道要怎么。今年啊，为着台湾民政府，我去美国去两抓，去一个我讲啊，我都尽量卖去，我去美国真艰苦，坐飞机真久。去美国，阮伫华盛顿伊个首都，所看到的嘛无扛棒呢。人所有诶标识一定拢踩伫伊个壁个面顶，所以一路看过，你顶下徛伊头前，到就看到伊即间即卖啥。啊，但是因敢唔惊人，唔知伊伫倒。做生意有足济方式嘛，透过广告。我伫英国学了一件足重要代志，就是讲你要想要买啥。啊，你哪知要代买？无啦，免上网啦，去看一本叫做《Yellow Page》的电话簿，电话簿啦，电话号码簿啦。因为台湾嘛是同款嘛，英国伊嘛是黄的封面叫做《Yellow Page》。《Yellow Page》内底有啥？你要买电器，你掀个电器遐，哦，吹。我到了等下台湾，我嘛是安尼咧买物件。我当下忽然间要去买一个啥？啊！你要带找这间店在倒？你敢会车开咧去街仔路安尼扫，看我来巡看卖倒位你卖啥物件？你从电话簿啊摕起来，内底电器的电器区哦，广告上大诶哦，伊啥物拢有卖，先来间看嘛。以后甲伊讲主旨嘛。所以做生意有足侪方式，无需要安尼，这是台湾人惊人骗伊。哦，你搞菜安尼，我著菜安尼哦，啊你菜较悬，我菜比你较悬。最后把别人拢炸咧，啊！刚看到我诶，台湾人诶，即款诶习惯甲思想，其实台湾要安尼不落，即款诶文化水准，敢有可能是世界一流诶国家？这就是咱要改变诶所在。咱来看国民诶能力，啥物叫国民诶能力？哦，报纸定来讲，哦，咱去参加国际比赛，哦，得金牌倒转来。哎呀，奇怪，啊，美国。英国这些世界一流国家都是饭桶吗？啊，怎么都让我们得金牌？怎么都让我们赢？啊，是怎样？哦，我刚才知道说，原来这种的发明比赛也有分两种，一种的叫做参加就有奖，一种的叫做啊有你比的奖。现在很多科技大学，包括我们学校也是一样，哦，我们这次去比赛，什么乌克兰、什么奥克兰、什么一个去足少去的所在，什么科威特发明展，得什么金牌，其实我拢知影，迄去参加的时候，你交钱，都爱规决定讲你后摆得金牌啊，得金牌，哎，钱交无同款哦。啊，这是从啥？无聊。啊，就算这款的发明奖，像瑞士这。日月华的发明奖，迄个靠历史的。啊，是啊啦，人较优秀的国家，奈输咱，咱凭啥物得金牌？咱较巧吗？唔是，因为这无代表你国民的能力啦。国民能力往这比啊吼，啊，人无必甲你比这啦。人咧甲你比啥？人咧甲你比讲，恁国家有诺贝尔奖得主哦。我打由英国回来时阵，啊，阮老师。甲邀请来台湾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啊，伊算伫中央研究院，啊，中央研究院李远哲伊算做院长，伊出来啊地署，地署的时阵有一个啊卡，互大家讲即摆是啥？阮老师看着讲啊，恁有诺贝尔奖啊，恁有诺贝尔奖得主哦，伊看一个当好你讲台湾遮厉害，而之后来讲无啦，伊是诺贝尔奖无唔对，但是伊是美国摕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奖才是代表一个国家国民能力，为一流国家来比，迄、那个才是标准啊！啊，要比这啊吼，你个家己叫做家己伫遐欢喜尔啦，这无代表是一个国一流国家的国民能力啊！啊，
第四啊，哈，咱来看咱人的素质。台湾人其实咱来趁即个机会，免透过选举，咱有法度彻底来改变台湾，彻底改变台湾一寡想法，甲一寡不好习惯。咱最近啊，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新闻，看了就足艰苦。一个欧里桑，下暗时去饮酒，啊，饮酒醉，搁要开车，开到尾啊，吼，一个西倒手柄啊，吼，倒滑，转滑去对方的车道，对方的车道第一台、第二台闪过，第三台再过来对对撞，弄者伊家己也死，对方也死。咱来想，这个欧里桑饮酒了，一定有人讲，欧里桑卖开车啊，无啦，无醉啦。我大概拢安尼，拢无代志。这个台湾人一种的傲个性，就讲恁爸就上高，恁爸就拢袂出代志，恁爸干尾啊，拢因为你的自私，为着家己的方便，拢无考虑着别人。你有塞车等于啊，明仔载车就伫厝内，用佫继续你的行程自私。台湾人也要佫继续安尼自私嘞。敢为着家己好，无要考虑别人，竞争、斗争，为着一个利益，哦，甲别人害落，甲人别人打落底，无爱顾虑别人的感受，自私。这自私安怎来？台湾人敢本来就自私，自私是一种人的人天性。但是人进化了，和人计较，人发现讲，其实伫生物学内底发现。生物伊是自私的，还是无自私的？伫无共种的生物内底，有一个结论：自私伊是看时阵。生物无一定拢是自私的，但是咱台湾人，你也看，咱台湾人敢真正迄个基因内底、血液内底拢是自私吗？无一定啊！你也看911地震了后，台湾人死4000几个。啊，死遐济人了，台湾人，我感觉迄当阵一个上界大的反应，就是讲咱必须要合作团结。所以哦，大家钱捐出来，物件捐出来，其实咱的习惯，咱的血液内底唔是完全自私的呢。啊，是那到尾啊，有迄自私表现较明显。教育，教育内底就是要让你拼第一名，你不爱第二名，因为第一名老师讲你是好学生。第二名，恁母的讲你是啊，即个无第一名，考98分，甲你讲两个是啊呐，你是啊无考100分，因为为着要拼这個，拼到尾后，我一个永春啊，我大学的迄个教授，因查某囝读北一女的，读北一女的高三要考试的时阵，伊甲因爸爸要求讲，你要让我看连续剧最后5分钟，啊，因爸爸讲，你看5分钟有啥物意思？讲一定爱看，是啊呐。因为过灯刚去，大家在讲讲，你昨有看电视无？有啊，食你读册，无人去读册，读册，含慢唔知读册。啊，昨无电视做啥？大家拢讲最后5分钟，因为大家等下拢读到2-3点，啊，为着要大家表示讲，我无咧读册啊，含慢唔爱读册，免读册啊，虚伪、自私，大家知影拢无甲人讲，因为我甲你讲，我成绩含你同款，啊，到底谁第一名？因为咱的教育为着要有第一名，啊，所以大家最后养成自私的这种习惯。咱最近看到南一中迄个学生，食食袂爽，把迄个菜单弹回人的碗底，人迄个店出头家讲，你来安尼，要甲促销。因南一中竟然有老师反弹讲，嘿啊，我嘛照样甲弹回。啊！恁无看这個新闻啊？迄南面中的老师就讲：“嘿啊，我这个态度无好，咱个等嘞。”这个说，咱的一流的高中啊，安尼教，你看会害啊？袂害？所以，因为自私，所以无群体概念，无团体概念。因为自私，所以刚看到感情，咱这个先有先摕到，先摕咧落地下讲。所以看袂远，因为自私唔知影讲，
咱有法度透过大家集体的力量来处理代志，因为自私，所以无法度去思考，干那受到家己好处，家己利益有去用伤害着无？这是咱台湾人未来所爱认真改变的素质的所在啊！所以今仔日啊，用这四点来和大家分享未来，咱要建立一个一流的国家，咱的努力的目标。跟咱的缺点的所在啊！啊，今仔日啊，我就讲到这，多谢大家。各位学员啊，下课休困啊，楼下一楼的餐厅食饭。台北州李金珠小姐在吗？台北州李金珠小姐。